个果冻，你看。前段时间我姑姑把我奶奶从老家接到常州来玩几天，梅姐知道之后买了两套衣服让我拿给我奶奶试一下。为什么没把星星月月带过来？因为我姑姑家小孩得了手足口病，她是会传染的，而且传染得很厉害。我现在去坐地铁去，等一下大家帮我看一下我奶奶穿的好不好看。现在出地铁了，到了。大哥来了，姐姐来了。那，对呀。看，我给你买的衣服，你试一下。这叫做弄鲜花衣裳，你非得买衣服干啥？哎，赶紧试一下，走。不买你还试？啊，你拿两套试，合适都留着。我这都喜欢的，买好看。还挺好看的嘛，嗯，哈哈，你看，我瘦，搁家里要看吧，要有些人看不了，搁上，好个瘦的，啊，好个瘦的，要不然你瘦了那个，谁拿都是肌肉，你好，两套给我换一下，俩都没来啊，来，我一个，哎，这个还好看，这颜色是适合你。如果买那种太红的话，不好看。就这种素一点的，这种还带大花的，还看起来还好看，是不是？啊，看，看，裤子紧不紧？不紧。真的。不紧，这样子不好。我瘦。你瘦？啊。你瘦点好。你70多岁了，你一般70多岁了越胖越不好。70种了。嗯。我得去请假，你跟谁请假？你也不跟我讲是吧？来来来，反正衣服不好看，两套都给他留着，想着能穿。都留能穿多少吧？那也都穿。可跟家了，没跟家留一身就完了。奶奶总是想着给我们省钱。给过了。啊？给过。给过了。嗯，你别担心钱，我这还都不缺钱。嗯。吃饱喝足了，现在回家去。刚刚那两套衣服哪一件更好看呢？